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第31期的汇编之新视野，我是您的老朋友梦。首先还是让我向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近几年编织人生论坛中，各类缎染是大热了起来，各种品牌的长缎染也都应运而生。在以前录制的课程当中，梦也提到了长缎染的特点和它比较适合的款式和花样。在今天的节目中，梦和大家一起分享看国外的编织达人如何来玩转缎染。应工作号上一些织友的强烈要求，今天的编织小窍门当中教大家从上向下袖子的编织方法以及针数的计算方法。在接下来的编织英语角栏目当中，还是继续为您讲解几个常用的英文编织术语。下面的有奖问答环节，今天要提的问题仍旧是与本期内容有关，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这里还是有你最爱的云马在等待着你。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最简洁的方式就是横条纹，织起来毫不费力，线已经为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再动点小心思，将横条纹变为斜纹，马上就灵动了起来。或者可以将横竖条纹结合起来，产生一种阡陌纵横的感觉。又或者借鉴拼布的手法，将条纹或对接或交叉，妙趣横生。也可以用波浪式的花样，将直条纹变为锯齿状或者是波浪状。在运用缎染线时，对色也是一门学问。这件儿童开衫虽然只用了起伏针，但通过改变方向，让颜色的走向出人意料。对色使左右门襟对称，可以说是在变化中求得统一。手套的方向改变更为巧妙，围绕拇指形成一个漩涡的形状。有了缎染，我们再也不用为织提花配色和接线来发愁了，只需主色和配色的缎染两种线，就可以完成一件多色提花作品。这几件作品将缎染作为作品的点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主色的方格和缎染线提花的心形相映成趣。最后一起来欣赏 Steven West 的一件披肩作品。这件作品正是由主色线和缎染线巧妙结合设计而成的。
从上往下编织袖子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有的呢是连着肩直接起袖子，有的呢你可以从袖山起针，逐渐加针一直到腋下，然后再连起编织袖子整体。今天我们讲用引反针的方法从上往下编织袖子。假设我们的编织密度是每20针30行等于10厘米见方，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计算当中会用到。首先来看一下起针的方法。起针的针数呢，是根据身子袖拢的辫子数，也就是侧边的辫子数加腋下收针的针数。假设腋下收掉的是一边各6针，袖拢侧边的辫子数呢是80个，那么这个时候就是80加6针加6针等于92针，也就是我们要把92针一次性的都起好。起好之后，第二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引反编织了。袖山要先预留出来一定的针数，袖山预留针数和肩膀的针数基本相同。在这里假设我们假设是22针，所以开始引反时的计算方法就是用92针减去22针，剩下的针数除以2，也就是剩下是35针。那么就用22针加上35针，就是你第一行需要织的针数，就是57针。织到57针的时候，下一针我们就要绕线，然后翻面。翻面之后织22针，下一针再接着绕线，再翻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后面我们给出的引反针的顺序来进行引反编织。引反加针方法是从多到少陆续加针，先加4针，每两边都是每2行加4针加一次，也就是我们面对的左边呢是在正面加，右边呢是在反面的时候加，然后是每2行加3针加2次，每2行加2针加3次，每2行加1针加13次，这样除了边上的两个6针是腋下收掉的针数以外，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就把中间的80针全部加完了，最后一次性的从头至尾可以整体的进行袖子的编织了。在编织袖子的时候，我们需要陆续减针至袖口的宽度。那么减针时，你要根据袖口预留的针数来计算减针的针数和行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袖口需要的是留42针，按照你的尺寸，那么我们就要再来看一下从腋下至袖口它所需要的长度和针数是多少，需要减掉多少针。刚才我们整体的袖山是92针，那么袖口如果预留42针的话，我们需要减掉的是50针，也就是两侧一侧是25针。那么袖子的长度，假设袖子的长度为38厘米，按照我们刚才给的编织密度小样计算的话，38厘米应该是等于114行。
那么也就是在这114行里面，我们要把一边25针减掉，用114行来除以25针，就等于4.56 行，也就是每4行半多一点，你要两边各减一针。这样呢，到了你袖子所需的长度的时候呢，正好也把所需要减的针数减完了。通过刚才的计算，我们得出每4行减一针减一次和每5行减一针减一次，两边各减一针，这样交叉进行，一共重复12次，最后再重复一次，每4行减一针减一次，就正好减掉两边的25针，两边各25针，我们会得出最后的42针，也就是你袖口预留的针数，这时袖子的长度也是正合适的。今天我们讲的从上往下编织袖子的方法是按照片织，用引反针的方法来编织袖子。当然你可以用圈织的方法，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织完袖衫之后，下面的位置，袖子整体的位置是用圈起来，用圈织。减针方法和我们刚才讲的方法一致。不知道今天的小窍门对你的编织有没有帮助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的编织小窍门再见。编织鹦鹉角。在上一期的编织常用术语里，我们学习了以下4个单词 Straight needles 直针 DPN 是 double point needles 的缩写，意思是双头直针。 Circular needles 环针。 Magic loop 魔术环针织法。在今天的编织常用术语里，我们将学习以下4个新单词 Multicolor。 Multicolor 意思是多色或者是缎染。 Stripe。 Stripe。 Stripe 中文意思是条纹。Sleeve, sleeve, 袖子。 Sleeve cap, sleeve cap, 袖衫。句型实例。 The sleeve is worked from the top down. You will cast on for sleeve cap.Then decrease to the desired length. 袖子是从上往下织的，起出袖衫的针数，然后减针到所需袖长。今天的新单词你学会了吧？在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当中，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恭喜上一期的两位获奖观众，恭喜获奖。上一期有奖问题的答案是尖头棒针更适合于蕾丝编织，你答对了吗？今天要给大家提出的问题是，用长缎染线编织的时候，主要突出缎染线本身的特点还是衣服花样的特点？我再重复一次，在用长缎染线编织时，为了体现长缎染线的特色，那么是主要突出缎染线的特点本身的特点，还是衣服花样的特点呢？请将答案
发送到汇编织公众微信号，新观众还是按照下方提示搜索汇编织，或者扫描屏幕上方汇编织公众号二维码加关注回答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会从所有答对观众中抽取两名幸运观众，每位观众将获得编织人生云系列品牌云马三团，颜色将随机抽取。欢迎大家扫描梦个人工作微信号加好友给我留言，留下您的意见建议或者编织方面的问题，梦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给予回复。在这里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发清理微信广告一类的小创消息，此类消息看到后一律进行删除好友，也请不要发单纯的问好消息，谢谢大家的合作。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本节目官方网站 www.huibianzhi.com， 汇编织汇聚了海量的编织视频教学，更有编织证书班课程等您来学习。汇编织网站定期还有新课程推出，敬请关注。感谢编织人生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www.编织人生.com， 织毛衣就上编织人生网。本节目用线云系列品牌毛线，本节目奖品由编织人生官方淘宝店特别赞助。欢迎您继续关注汇编织新视野以后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